你们好，我是来自乐队的主唱刘斌。用完了 Ibanez 之后，感觉头上有光环了嘛，在现场上感觉都有一个提升吧。我觉得这个提升并不仅仅是，来源于这个产品，而且是我觉得和背后直接，星野乐器和咱们这个长城琴行对于，乐队一直以来的支持都是分不开的。感觉你手里并拿的不仅仅是一把 Ibanez，而是有很多的人在努力工作，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事儿。对，15年前我们就这么想，我们想上迷笛音乐节，我们就想演个出，就挺完美的。其实再往前就是能找几个哥们儿排个练，就挺完美的。要跟我们十几年前的自己说一声谢谢吧，谢谢当时自己有这么一份冲动和坚持，然后跟我以后日子里自己也是说两个字吧，坚持。中国摇滚乐需要坚持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乐队的吉他手张瑞鑫。反正现在出的一些新的型号，从外观上反正就比较吸引我，然后配置方面也是从设计上比以前的琴越来越前卫了，还有一些拾音器啊，还有一些比如像11拼啊，它这些配置都会有改进。AZ 系列其实我还是挺感兴趣，我觉得 AZ 系列要是在舞台上用的话，应该也没有问题。它比较全面，觉得现在弹。技术好的人就是特别多，这个跟唱歌一样，就是说，唱功好的人有很多，但是，听起来会让你觉得就是感情特别投入、特别肉麻的就比较少，对，还是可能更需要多一些，情感方面的东西吧。